想象中，我如果以后带小孩的话，我应该会给我小孩就是Foodpanda或Uber Eats优惠嘛。哎，妈妈很忙啊，不要吵。露露是多不想下厨，不然我就是要嫁一个很会煮饭的帅哥，很会煮饭的帅哥，什么那么好笑？露露 YouTube 频道推出的料理单元得到很好的回响，这回她抽到与会朋友直送的生鲜食材，要首次挑战椒盐虾。OK， 好，今天小清凉，这样小清凉给大家一点 bonus。到底谁会做虾料理？你告诉我，有谁会？OK， 我知道你们就说啊，很多人啊，我会啊，我真的不会。哎呀，好滑啊，好恶哦，这虾的触感太恶了吧？啊，它不揪了，条长长黑黑。哎呀，阿娘喂，哎呀，好恶哦。哇，虾子真的是不友善，不友善，真的不友善，真的是不友善呢，你们好了啦。所以以后我的小孩如果说妈，我在家吃虾子，一样反手拍直接下去。啊，哦哟，流血了。有些食材就是很阴险啊，根本就是没有要让人吃。我刚刚发现想说也太巧了吧，怎么刚好是这个指头。谢谢，下次攻击我。嗯，好棒啊！各位，新买的刀子，你有没有发现吗？还有新买的那个砧板，我此生哈，我都不知道我有一天会从 PC Home 下订这些东西。我在订的时候，我想说我是谁？我怎么会在买？我在买刀子，我在买砧板。Hello， 我不认识我自己了。所以会不会其实我以后变成是什么？超会做便当的那种妈妈，真的太难想象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太扯了吧！你看我这种不会煮饭，但是我知道要握着一个支点就比较安全，然后不会伤到手，就是一个帅哥教我的。得意个屁啊！见证奇迹的一刻，我从来没有煮过虾子。要做虾子料理 ，OK， 放下去就好可怕。哇，哇，还好哎。哇，啊，它会喷。一决胜负，超好吃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很好吃哎，哇塞，我是谁啊？怎么可能？傻眼呢！你第一次这样做虾子来说，很厉害了啦，真的，大家放过我吧。